大学医师协会2019国际医疗高峰论坛大会开始。过去59年，我们的校友也已经有将近45000位。我想校友是培育班的资产。2019年确实世界大学排名，培育名列在全世界第362名。各位贵宾有时间一起来回到母校来参与这个校庆，见证一下培育的成长，对不对？古时候我们有一句话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看我们培育46000个校友。说在下学期里面，这个叫动作战术，就是说除了重建那个点之外，我们要下面的一个规则线，从世界的这些领域，我们都能干什么，都是说还可以怎么干。我们那期非常变的手术，我们还这个时候叫做台湾无瘫痪世界战士，让各个领域的最棒的人才都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他的知识。通过了，全台湾有7个医院可以设。